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又回到新露谷物语。那今天要陪伴我度过一天的是阿瑶跟遗忘。Hello， 嗨 ，Hello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在新露谷有蛮特别的活动，今天是节庆活动。可是其实节庆活动是不是不一定要过啊？不过今天的节日好像很特别哦。那还是去一下好了。OK。正好，我在节庆上我可以送礼吗？在节庆上好像不行。真是太伤心了。哎呀呀，好吧，我们先去，先看一下电视天气预报。明天会是风和日丽的一天。 Fortune Teller， 运气不会在我，不会站在我这边。靠山吃山。Starting tomorrow, you will know shells and这是代表说海滩上会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吗？有贝壳、哪一个？这边啊。Starting tomorrow, because unusual amount of shells and color. Unusual amount of shells. Tomorrow. 会被冲上海滩的意思吗？对啊。代表我明天可以大赚一笔。每一天早上，不是明天，是每一天吧？每一天吗？对啊，从明天开始吗？还是后面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哇哦，那这真值得期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耶、yeah ！好像现在就是那种贝类的之类的那个季节交配季，没错，蟹、螃蟹交配期之类的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个季节，就是很容易会有东西被冲上岸。冲上岸，都冲，都冲，都可以冲。什么跟什么？哈？什么？没事。摸一下，一颗半。我在想，我明天应该要去罗宾那边看一下，就是如果我要扩建房屋要多少钱。我记得要10000块左右以上。
有一颗鸡蛋哎、欸，只有一颗鸡蛋，本来就不一定会每天那个啊。59200，我应该可能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吧，我想想，那我今天还可以干嘛？去钓鱼。啊，你不是要参加活动吗？对啊。这应该没办法钓鱼吧？不去，好吧，算了。没有，我是想說你就拿刀子敷一下嘛。我没有带出门啊，而且他不是说要叫我带东西去嗎？反正活动的时候大概……哦，那你要带那个啊？还没有想过要带什么东西去。好像不是，反正就是带吃的可以煮的进去去就好了、啊。还要带金星的。金星的。去箱子里面找一找，你应该还是你都买。可以钓鱼吗？你可以赶快钓一只金星的鱼，就是看可不可以带过去。可以赶快钓一只金星的鱼上来。可是没有鱼上钩啊！哎，他一定要金星，对不对？尽量，才不会难吃。哦，我觉得我可能赶回家去拿吧。你家里还有金星的吗？你好像金星也都会把它卖光。水果类的。可以啊。我觉得你赶回家去拿比较实际。啊，它是银的。你就赶回家拿啊。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实际很多。唉，而且我刚刚好像钓到一条新的品种的鱼诶。因为之前都没有钓过那一条鱼，印象中。你可以等下去看看、啊、这条。先拿一个金星的，只要是吃的就好，对不对？难不成你想丢石头下去啊？出去喽！哎呀，听起来真的我们去逛，我们去参加节庆喽。稍微绕一下，有没有东西？好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走喽，飞奔过去。已经迟到2个小时、3个小时了。
只要在时间内到达，其实不是应该都没关系吧？嗯，是没错啦，你不要不小心超过时间就好。超过时间我又要重来了，你就会觉得今天这个早晨非常的熟悉。Go 是在海边吗？应该是吧。好，那讲话。What? OK， 他意思是说他比较晚起床以后，然后一走出门就发现自己已经在会场了吗？嗯，差不多意思。How's the farming coming along？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没有吧。你都忙着钓鱼啊。啊哈。啊啦啦啦啦。好哦，这个地方就被不能钓鱼的感觉，好糟糕 ，Sebastian。然后呢？我的蟹笼什么都不见了。好吧 ，Shane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再讲话了，我们可以直接。我们可以直接跟镇长讲话，所以我要把东西加到那个吗？汤里面吗？好，嗯，好，我加进汤里面，然后呢？然后再跟镇长讲话。Should we move forward with the 开始喽。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Well, folks, it's time once again for the 节庆。I trust that you all put high quality. Nope, this year we don't want. 我觉得我应该已经丢进很高价值的东西了。不知道，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。嗯。到底吃起来会怎么样呢？而且你不觉得那锅汤感觉颜色就很诡异吗？对啊，我一直觉得那锅汤颜色很奇怪。嗯，哦不 ，disgusting！ 可是我丢的是金星的。还是本来就会这样？我不确定欸。好啦，我们这天就这样。反正丢食物类吧，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肉啊、作物之类的吗？对对对。啊，
我们好像采集到的明星好像都不算的样子，下面有可能。那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呵呵，来不及了啦。Rainbow 没有，不是 ，No，No。所以我没有掉到东西，可以看一下布告栏那边有没有。等一下，布告栏没有的话，应该就真的没有了吧？嗯，嗯 ，No，No。没有，那就是没有，可以卖掉它。好了，卖。至少我今天还有唯一的收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很短。可是呢，还算不错。因为我也只能这么说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。明天要做什么呢？你们觉得？钓更多的鱼，钓更多的鱼吗？好哟，那明天就是钓更多的鱼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，睡觉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，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最好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起码还有100块。